看啥想要做地主。去试那个路考嘛，然后你会记住那个踩油门的模式。可是你回到场考的时候，不要用踩油门，不要去踩油门，不然你会爆冲，你会去撞下去。我们有人在这边都快开上那个什么安全岛、分隔岛、灯塔、啊。你好，三宝出来就当三宝。会啊，我先说那是倒车入库那边不是吗？敢超好笑倒车入库吗？倒车入库很简单了吧？那我倒车入库，我想说，我想试试看新的方式。新三想，想的新的方式，炫技是不是、啊？炫耀技巧是不是？想说哦，平常没机会可以开到车，试试看看。就开到分隔，就开到分隔，是作孽。好，连开车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。看，驾驶抛手没了。啊！哎呦，你会没喽？怎么是钢针？要没喽？要停喽！我操！超多人，快跑！那个，操！咋知道不走这？你看这堆啊，聚在这边。好泡面。这个不好打、啊，这张板就不好打。六三。早餐店。他是用统一肉骨茶面做的，厨房就在那边，看得到的。然后每次我都跟我妈说我要吃。解烤。他就试看看他做，养生。两针 and 三 damn damn damn， 你看你也在傻笑，两针。你操，打都不冲出去，这招玩 S 一真的是一个错误的选择，有够难打。妈的，这夏亚是不是啊？夏亚，对面那个涂整个红的天启啊，我刚好也是天启，我想要这么红是什么鬼？哇，涂整身红跟你一样。他是红色萨克，你是绿色萨克。那全身都红了，干。干我 N 四一才打了两个，笑死！吕秀莲，干那个就是台湾人，笑死！他也在下面留言，我给他置顶。靠北啊，怎么是这个迷彩？完蛋了！数位迷彩？没有，我没有过军的迷彩，我不要这个颜色。天哪！我没有换到、哦。对吧？他都自动选取啊，忘记。你他让你想起踏步人生。踏步人生了，那可能会看到三色迷彩，我都会想起这个没有三色迷彩。看国军那个三色迷彩，我还就去本部连的时候看到那些战车，我说我的妈！我厨师朋友会不会做炒泡面？应该不会。问啊，你要说我想发展炒泡面事业，你要入股吗？我说我一个朋友，他在想卖炒泡面。不过我觉得可以在学校附近卖卤味，那绝对赚。他没撑多久就倒了。其他都倒了，回忆都倒了，你想到的回忆都倒了，只剩便当店。然后便当店，我上次随便夹一夹。很贵吧，一百八，操你妈，一百八！以前随便夹九十嘛，九十一百，我不是觉得很贵？那是我们中华艺校时期哦，六年前还可以这样干，这样一百八，六年前九十的便当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，因为那时候顶多就七十五，对吧？哎，哦，忘记按六，靠背，看你没有灭火，忘记灭火了，没有灭火，他直接被烧死。我没有吃一刀。好了，又是发呆了一场这张，打这一台啦，我只能给一个感想，就是不能什么也不能前进，就待在后排就对。这台太薄了，薄就算了，反正就有时候不痛了，反正出去给人家打，没有机会不会赢，老老实实待在后面，然后做侦查，至少我有雷射了。这是好事。我雷车这里就很扯。我雷车跟热成这样，国军骄傲，是不是吹一下国军，然后等下就爆了。每次开国军战车，心里就是我的发这个武装是啥小。前有两年，后有一年，然后加中间四个月。四个月十二天，嗯，这还好。应该庆幸的，对啊。然后叫建中带我们去看看那睡的地方。奇经啊，他不是那个很热，主要那种地方都很热。看你还是怎么打、啊？哎靠，不是，有人在前面，对，哎，挂掉了，好悲，整场都在游手好闲。反正没有那该死的地方，就是很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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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靠，真的还好，
以前我妈在卖汤包的时候，就做外送，有送过机场，她就载我过去啊。我就凭那个零碎的记忆哦，那一点点的记忆，你还记得？对，哇，这么厉害！我就那个，我脑中会自动标记一个东西，但如果再次触发的话，就会唤醒。救命啊！我连个 N48都打不穿了，看。N48在哪？他们重生点。那有点远。看，肯定会死。8秒，8秒，陈主任说我完蛋了。哎呦，不要再射了，大哥，真的是哦。哎呦，他开始空喽。好了好了，结束。传动手坏了，我们死定了。这里面的陈主任是个负面讯息，他们在叫干，至少我是 N41。那个啊，一个爆衣吧。嘿嘿，这里也有，我田庄走过啊。他天现在都在那边，我要赶过去。哎，后面还有一台啊，干这里还有多一台。哼，还反光车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炮手方向机，啊，就上次观众看我玩这台，刚刚跟我说为什么要玩这垃圾，然后只回答两个字：信仰。信仰。对啊，一切都靠信仰。那台曾经是台湾之星。那这台是台，看已经没了。我觉得以前后效比较差，现在好像比较好一点。对哦，好古董的，都用到现在哦。那也是台湾才做得到。我们就是那个做了好几年都一样。好了，还有哪里有人啊？巨扁。右边，你的坡上面有个炮砖。啊，暴衣在这。喂，他好了，靠背。哦，对，他好像还有个可以射哦，皇帝。只能说这钢针打头没什么用，因为唯一高爆比较有用。哎、欸，点了，我也是那个。你刚刚要说什么？干、差点，失败。这个我出去会死。他动了，他好了。他旁后面还有猎豹，好像没发现。有吧，一定有。猎豹出现，他在看我。我还两台、欸，干。哎，这两个人盯着我怎么打、啊？那两个眼睛在看着我。我跟人家正面应对是没机会的，还在盯哦，一个是 T5， 一个是 T10， 哇，结束，我第二名了，笑死，哼，看我上次到底是怎么拿在打93，我好像都，一切都是运气，运气，我这张好像不对，我不是很有力，哪一张对我们有利过？刚刚那张对我们有利，第8，我准备真的多好啊，这张我应该是有点难，快撤，谢。他已经进来了，谁？和涨价时啊，急死！哇，看怎么这边有金河湾、啊？哼，金河湾呢？消失？哦，还在，金河湾还在。连前线只剩下你一个。我知道啊。这边有个鸡。等一下、啊。我操！金德欢把他挡住。我靠！他吃我炮弹。哼。我的妈！你们。我知道我他妈这边一堆人，老天爷、啊。人前面都干掉了。我左边这个人、啊，都是。这下坡这里都是。哼！金德欢马上扛子弹，超好笑。爸爸左边这里哦，这边躲一只啊。这边哦。对啊，这边有人躲一只啊，声音这边很明显。应该在房子里面哦、喔。没有没有，在我这房子，他在外围。反、欸、正我在外围没看到。好像没声音。我去找他。嗯，真的没有、欸，奇怪。跑走了吧？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没有，这里啊，这里、啊，看到了。这里这里，好了好了。他躲在这。哦、oh, shit！ 看这边。他躲在这小缝，我想说有听到声音呐、啊。重点是我是真的没看到、啊。他我刚就有听到他的声音，然后他就是动一动他就停了。BMP。BMP 啊。这里。等等哦。
车进去。这个 BMP 好像不知道它上面的火箭弹看到会殉爆呢，我直接打它上面那颗，它直接爆炸。又来一台，哎，后面哦，两台，两台，两台，一个是苏八五，对，他在看我，然后一个是那个906，你可以打，你可以打，你可以过来打。没有，有一台在顶我了 ，BT 的。啊哎，赶 S 六过来了，完了，衰了。要不然那个东西我可以解决的。好，你可以继续偷，你可以继续偷。他们还在看，虽然我死，他们还在看。这就是多年玩一直在玩 S 一的玩具。完了，这阵完了。干，人太多了。他本来以为我是一般的 S 一吧，冲过来打我，然后我是钢针。好了。后面还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看到，没有穿透，快后退，快后退，这个没必要跟他干。驾驶挂，驾驶挂，那台驾驶挂。好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他这里，这里，他在这里。他驾驶其实修很快，然后。T44，完蛋！哦，来不及了。是上来了，那斗不过。干，我的后退不够快。要给后面那两个重判。我是觉得他们没有人要动的意思，他们待在外围没有要进场的意思。有啦，我感觉他后效改过，以前更差。那以前那个钢针打都打不进去，他打得进去。刚出的时候是真的不能玩的。今天上10点到6点。10点到6点。他跑进去了，靠北。他在那个房子里面，目前没有人啊，就是待在这里，这个人待在这里面而已。对，这个对我这台防空车，他是2S1不是吗？是的。对呀、啊，看到了，对对。哦，有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对对。在外围吗？外围，精确标，精确标，他在动，他在动了。哎、欸，他靠近你了，你后退，他好像不是2S1，他不是2S1，你先后退，你先后退。不是，不是2S1吧？哈结果是你砸死，结果是你被砸死，谢谢，我帮倒忙了，你把他害死了，我把他炸死，我要救他炸前面那个，结果把真大手下去，哇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，抱歉真的，我本来想制止他的，就变成这种情况，就制止到制止到自己被害，所以我算加害人的，牺牲自己就对了。头那个骷髅头好看哦，你过来过来，拍谁拍谁？在边边这边。我想说他会继续前进，就他突然停下来了。运气好。我想说这个车丢到你应该就获救了，没有一起直接先帮你超度。运气真好，你。先帮你超度，还在还在。两热插刀，你让他两热插刀。感觉不出了。还在吗？这里也有。这边有，还在这。这个是你刚那一台，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，我死掉了。刚打也是意思不是？刚刚在前面这台是第4。但不是暴衣哦，我也是暴衣啊，没有啦，过去啊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这里这里看到，他还在，他还在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面吗？还是他在站点，他在站点。对、哦 yeah ，好了好了，站点吧。哎、欸、，NC NC， 这个 NC 没加强过，哎、欸，谁、欸？哎妈的嘞！哎、欸，看起来是没看到坏人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！哎呦！啊！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别拿！别拿！你干嘛？啊！还敢偷射我们呢、啊？因为我觉得他会打得穿我的没有。没有没有，那些东西打不穿。哎、欸，有的。哦。对啊，没听错。T50。T50。真的是 T 五，他拿2.7的车在打。好了，非常的勇敢。啊，
哎呦，这些钢针是恢复到以前的水准了、啊，怎么感觉跟以前打起来的差别有点落差大？以前都知道会岔开，这样都不会。完了，这阵。哇，没事，结束。跟我想的 N11 不太一样，我记得以前玩起来很难过，怎么最近玩起来好像比较顺手一点？还是我把它改满的关系啊？现在改满变好快，有人被插毒很久。我操，擦边！打中了，炮装坏掉，趁现在我旁边的人。啊，你不用过来吗？干我的 IT 谢，哇，没有备用载具，好悲啊！备用载具用光。报仇兄弟，哎、欸，看在那里。哇，操，他还是打到了。我靠，要破口被打坏啊！没有。没发现前面这台是 IT， 不是 IT， 是征服者。征服者在哪？前边这边。OK， 还是维克斯？好像维克斯。你等我一下。炮管坏掉了。你炮管还是他炮管？我炮管坏掉啊！好啊，完了。我现在。给他上去。我听到清胆的声音了。他过去找你了。完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注意啊！他得过，对，对，开始。哎，开了。认真。酋长在我后面啊，耶！那打出来的是他，酋长在我后面。哦，看到了。哎，操！驾驶员弹药架，没死。哇，一起死！哦，我跟他一起死哦。我看这边是我没把他干掉了。然后是要弹药架还没挂，操，太扯了！哎呦喂！快站点啦，哎、大哥，不要怕！完蛋了，来不及！因为带你去海边看你。啊，输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这边走到这边只要六步。从没到没那边五步，五步。完了。现在讲话越来越资深，讲话都是24岁讲这话，24岁还在那边 damn， 都是这些短影片的错，要剪头，对，越看越多，越来越笨，脑袋越不聪明的，越看越笨，是啊，越看越笨。对面有那一台挪威车，有点危险，听到了，在这里。网路伺服器无回应。血完蛋！干，我刚刚全部伺服器无回应，听不到声音，完蛋！妈，下一堆烟，靠北，我的烟都没了，都是那个伺服器害的，北蓝呢？他还在哦，报应！射射射！哦，血履带，你右手边哦。还没，不知道有没有坏到什么。来了。这里来了，他在看我。要不你先后退好了，我们后面，我们后面危险。不行了，太适合。不要盯着，不要盯着，就是不太。炮手，看他会不会接管了、啊，完蛋。他在看我。不行，靠北哦，接管真的是很北蓝的。那圣山我没有救你哦。那圣山我没有去救的意思。靠北，等一下我13秒都没有。完蛋！真三楼救了，他射了20几秒，你可以打那真相的，打他，把他炮管打掉嘛！干，真打不赢，后面有人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干，完蛋，没有穿透。哎，不要射机枪，拜托啊，大哥疯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他炮管坏了吗？追追追！挂！哎呀，钢针没怎么用，要用唯一。哎、欸，有人，不是我们的。后面吗？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听到声音，飙出来，飙出来。
好了好了。不要射，这个 T92 你再射一次试试看，别再射了。我真的搞不懂他们的概念是什么。然后直接很帅呢，直接这样炸。别人玩都很轻松啊，我们玩都超烂。我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。他们就是对准就好了。哦，差点就挂了。哦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OK。好。这个一定怀疑我说干这个怎么射得到，因为我热忱居然宝贝射喽。哇，这台很像以前我在玩我妈301那个时候。哎，我妈301到9.0了，哭了。开玩笑，60年代的画质来。以前8.3真的 OP 耶，干。我用这个渣画质在打他们。这边有八吨。驾驶员车长，靠北，哎，又被追烂，追了，至少不是很容易死。不要，黄光车哦，不要死，没事，不要死。你旁边的 T9 他不会听你，他刚一直都这样，他射完就开始狂射机枪，然后告诉他别人的位置，看超白痴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做他们的意义在哪里。他射那个。跑啊！火箭！我操！跳弹啥鬼啊？他有火箭吗？应该是没了吧？好、没了。对面好像不会出飞机。这样不是好吗？你们跟他在场多悠闲啊！终于少了那个什么垃圾飞机、啊，这才是我要玩的陆战、啊。不要烧机枪！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呢、啊？开引枪声了。不是引枪声，我觉得连枪声都没有。他这个就是找自己麻烦，别家找别人麻烦。对啊，大家在旁边超危险的，看人家都知道位置在哪里。嗯，乱开枪，这怕不局。快去十一点，金牌撩起，我看到了，哇！敢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，我觉得这台 N41好像。挺不知道在硬什么嘞，对啊，才31，为什么会那么感觉打好像人家拿五 A 高高打我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。这个看，还是因为我真的太薄了，所以都是过穿。对啊，我跟一般人是一样啊。问号，然后怎么那么硬呢、啊？